关于量子治疗的壮丽。传导史尼斯密特，感恩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与另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产生共鸣时的感受，我们在连接中感到快乐。当我们与心事共鸣时，我们就能在每一次相遇中感受到这种喜悦。这种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对任何外在情况的反应。它与我们内在的认知是一致的。当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有意识生命的本质时，我们就能在每个人身上认出存在之光。我们都在扮演我们的角色，并拥有我们通过我们的极性和振动水平选择和表达的体验。为了像我们一样体验我们的城市生活，我们创造了我们认为自己是的人。通过我们对心事的体悟，我们可以享受每一刻，而不受周围任何能量的影响。我们可以敞开心扉，迎接更大的快乐和满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与更大的光辉产生共鸣，并吸引共鸣的体验和相遇。因为我们是我们充满活力的存在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可以对每件事和每一次经历心存感激。这一切都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感受它。我们在每时每刻的感受创造了我们体验的品质。通过感恩，即使面对强烈的消极情绪，我们也可以与我们的心意识产生共鸣。由于我们的存在状态始终可以是有意识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与我们对能量的作用和我们参与的本质的扩展认识和理解保持一致。我们存在状态的振动范围总是可以是有意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在创造我们的能量特征时，我们正在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做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世界中适当的互动，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不断地被我们内心的直觉从内部引导，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和微妙之处。当我们与感恩、慈悲和喜悦对齐时，我们的光芒会增强，我们的创造力也会增强。我们可以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在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中提升生活。当我们在意识中扩展我们的意识时，我们就能够实现超越所有维度的意识的永恒存在。生活在我们意识和生命力之源的意识中，我们与我们的心意识相连。当我们每时每刻都对此心存感激时，我们的生命就会通过我们作为能量调节器的本性转化为爱与快乐的体验。认识我们的神性。我们的本性永远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高尚，生活在感恩和喜悦的状态中。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认识到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除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想象限制性信念。我们可以推断，对我们来说自然的东西就是我们都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被创造来想要生活中的爱和快乐，我们就不会想要它。我们对喜悦和狂喜有着天生的精力充沛的吸引力。这些是我们存在之心的震动。在我们内心的能量中，只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一切的无限爱。当我们能够与这些感觉和愿景保持一致时，我们就会通过我们自身本质中的量子能量调制，将它们呼唤到我们的体验中。我们如何向自己和他人展示自己，决定了我们体验的品质。在每一种情况和遭遇中拥有生命提升的观点，使我们与万物造物主的意识保持一致，赋予我们存在的本质。产生于普遍意识，
我们自己的创造者意识分型赋予我们个人表达和无限创造力，仅受制于我们在自己意识中创造的任何限制。我们的现实是由我们所认识和意识到的真实所创造的。通过我们与其能量学的对齐，我们将现实赋予了一个未知原因和最终消亡的二元经验世界。但我们都不想这样，它是不真实的，除非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理和情感预测中。一旦我们与我们的新意识对齐，我们就能意识到我们永恒的意识存在，人类死亡的游戏变得显而易见。除了进入我们经验的事件的原因之外，我们以前的思想、行为和言语都不重要。我们在掉进这个空间之前就已经原谅了自己。从现在开始，重要的是，我们在每时每刻都与我们的新意识保持一致。任何阻止这种情况的事情，都来自一种有限的信念，即，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直觉，在这个过程中指导我们。通过感知和追随我们心事中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可以始终处于感恩和喜悦之中，我们所有的需求和愿望都会自动得到丰盛的满足。这是我们的本性，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要的，也是我们消极自我消失的地方。让我们感到孤独、沮丧或羞愧是不自然的，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感觉，但我们是唯一让自己受制于削弱我们生命的能量的人。我们不必以任何方式参与冲突、混乱和限制，他们不是心灵意识的一部分，心灵意识是在一个超越二元性的维度中。当我们引导我们的意识时，只有无限的爱和创造力流过我们。量子治疗的壮丽，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量子治疗师，它是我们有意识意图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我们参与了普遍意识，而意识存在于一切之中，这包括构成我们身体的亚原子实体。我们所有的原子都存在于以太能量的量子场中，它们强大的旋转和盘旋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都看得见。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意识的，并且是我们在量子维度中的意识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与万物共享相同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有意识的意识来引导它的能量模式。我们明确的意图会立即吸引与我们自己的一致或共鸣的充满活力的模式。成为每个身体缺陷的真正治疗师，需要与我们新意识的量子辐射完全对齐。这使我们能够了解人体的自然能量设计，并与其振动保持一致，正如通过我们存在的心脏传达给我们的那样。通过有意识地意识到我们的新意识，并与其增强生命的能量保持一致，我们在我们的意识中保持以太维度中任何人的真实形式。通过短时间的无限呼吸来清理自己，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流经我们的无限喜悦和爱上，这会产生强大的创造力光芒，邀请另一个人与其振动保持一致。如果需要治疗的人能够与感恩和喜悦产生共鸣，量子治疗就会发生，消除任何与提升生命的能量不相容，并存在于具有能量二元性的较低维度的缺陷。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可以辐射量子疗愈和提升生命的能量，指向我们选择疗愈的每一个人。我们通过与我们的直觉知识保持一致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我们清晰的心识，我们是我们想要创造的每一个条件的第一因。
我们是能量调节器，通过我们的以太星对齐，在感恩、同情和爱中创造高振动生活的品质。任何能够感受到提升生命的能量，并与之产生共鸣的人，都可以得到医治。这包括我们所有人。我们与心意识的共鸣越紧密，我们就会变得越光彩照人，并且能够投射出强大的量子疗愈能量。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和我们的意图来投射我们有远见的治疗。因为我们使用的是量子能量，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距离是没有意义的，时间也是如此。量子时间永远是现在，它无处不在。我们的有效性取决于我们通过专注引导我们的意识，并且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谢谢收听。感恩祝福。